你们坐着啊，我去做饭去啊。老爸，我去帮你。哎，琳达，你先拿着吧，拿着拿着。合适啊！真没想到有这么一出。这怎么办？收起来吧。琳达，戏还没演完呢，就先带着。我也是，挺后悔，真不该把你带。为什么？刚来的时候车上不是说了吗？自从见了你，这标准就降不下来了。母子连心呢，我还真担心以后怎么跟老太太解释这件事情。你们老家景色真美，到处都是文化古迹，这是长城的哪一段呢？黄花城。你看什么呢？看见红军了。没事儿吧？小时候我们两个人就在楼里楼外玩打仗游戏，打个破竹板，那溜冰。你干嘛老提红军啊？这不触景生情吗？都是当年那些事儿。这日子过得可真够快。别。你在家多陪老人住几天吧，我得先回去了。这不才到吗？你让我怎么跟他们解释？你就说我公司有事儿，得先走。哎，我妈那脾气，要不你跟我妈去解释。喂，说。知道了。红军所在的维希尔华北公司升为中国总部了。红军就是维希尔中国总代理了。老爷，浦发这个项目已经显出了你的实力了。你是一个能挑大梁的人物。我希望你啊，多接单子，接大单子。说句心里话，我这个位置啊，是否能持续的做下去，全指望你了。黄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力。完了？完了？不是，你没点什么豪言壮语啥的？签下单子才是硬道理，是吧？说得好，说得好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今后咱们的工作重点啊，就是准备安通这个项目，争取把它拿下来。你看，我这有点这个安通的资料，你先看看，回头呢，咱们好好研究研究。那好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诺亚，你现在啊？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安童上，那些不太重要的项目啊，你交给小薛，让他单独跑跑，让他锻炼锻炼。好。哎，对了，让那个老二过来了。啊。下面小王、小薛负责观察包。把名字写在信封上。把钱呢装在信封里头，留出一半，我待会要喝水，你帮我倒杯水。好。老板。啊。红凤琴。不就是按人头表决心吗？先换个人吧。没别人了，就剩你了。没看我正忙着呢吗？小梁，
劳拉怎么连洪总的话都敢不听？他本来就是罗杰留在这儿看家的人，这次啊位置不动，还是财务经理，他当然气粗了。小薰，哎，你快点，一会儿我要和洪总谈话呢。来了，真是。你先忙吧，我弄完了去找你。不必了。来随便看看，看看菲比小姐用什么方式履行诺言。你希望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履行诺言，你才满意呢？你该退出了，这是你答应我的。我答应你的，我做到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好吧，我会去做的。也许，我们很快就会在同一起跑线上相遇了。就算是这样，那也该在你履行诺言之后。谢谢你，琳达。谢我？谢我什么？谢谢你给了我一个考验自己的机会。好了，我该上班了。即使我必须离开，也得让我把手头上的工作交代一下吧。那当然。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办公区扩大的事儿，你跟他们谈妥了吗？得跟你先谈妥了，我才能跟人家谈呢。你什么意思？钱呢？新办公室要装修，新办公家具要添置，哪儿不需要钱呢？我考虑一下，我觉得一百万吧，一百万，这标准可以吧？我做了个预算，是120万。什么？啊，如果你要省钱，我也不反对，反正将来是你坐在里头。我看，还是争取100万内解决吧，好吧？你自己看着办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钱要节省，事情还要办好，但我觉得不能靠牺牲质量来节省钱，你说对吧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你自己看着办。好。没什么大事儿啊，我那儿要扩大办公区了。好，我记得你手下不是有一个装修公司吗？对啊，能不能帮我一把？没得说呀，我那装修队可不是散兵游勇，好多部委机关、大型机房全是我承接的，质量绝对可靠。嗯，那行。具体事儿你管吗？瞧你这话说的，这么大老板，那点事儿能管吗？嗯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事儿最好交给自己人。
其他的赶快给我转过来。行啊，我办事，你放心。抬高一点啊！哎，大家一起喊茄子，喂，一二三，茄子！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来，咱们去那边转转。没有不行，我得在这坐。李经理，咱好容易出来玩一次，你干嘛老硬坐着呀？哎，跟你们年轻人比不了了。你们过吧，我在这坐会儿。就是，你们也照顾照顾我们这些老同志嘛。就是嘛。不许轻易说老，严禁倚老卖老。坐坐坐，快！哎，这红花终于拿下了啊！我挺高兴，一直啊想好好请请大家吃一顿，但是没有合适机会。今天我做东，啊，大家千万别跟我客气啊！济宁的点，大伙好好热闹热闹。好。老妈话了，大家就放心大胆的点，别客气。来来来，我觉得这个可以，欢迎来，欢迎来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哎，你们，对对对，我娘们，我来给咱。冯总，装修公司的事儿我已经搞好了。嗯，实力怎么样？非常有实力。他们不是那种散兵游勇式的草台班子，很多部委机关的装修都是他们承包的。嗯，我想他们的质量一定没有问题。我觉得这个。行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大伙难得聚一次，今天咱不谈工作啊。同志们，今天大伙的任务就是一个，尽情的吃，尽情的玩，尽情的放松。对对，还任务还不止一个呢，任务挺重啊。今天啊，咱们跟工作说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大伙儿可别高兴太早啊。洪总的意思是，今天大家可以尽情的放松。回公司要加倍的投入工作，是不是洪总？龙伟，你这不是跑我吗？我告诉你，经过这事儿，你自个儿知道就行了，千万别告诉大伙儿。这么聪明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来来来，来点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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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了，这个了，好好点。点菜之前先关注我喜欢吃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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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又是怎么了？这是，啊？浦发项目拿下来了，大伙儿都挺高兴的。别给我装深沉行不行？让大伙看见多不好。走。老洪，我想我该离开公司了。又来了，还是你那荒唐的协议是不是？我说你还有没有新鲜的？你还让我怎么跟你说你才行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跟琳达搞那些东西，在我这儿就不成立。可我答应过人家的。可我没答应。琳达。红军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是来指责我和菲比的协议，是他让你来的吗？琳达，别闹了，行吗？说的太容易了吧？要不是他现在跟你一点距离感都没有，我会玩这种小儿科的游戏吗？浦发的项目你帮过我，我心里很清楚。但是，当时我并不知道你和菲比之间这个荒唐的协议，要是知道，我就是不做浦发这个项目。我也绝对不允许你们这么干。这可不像是个做销售出身的人说的话。您可是久经沙场的老将，怎么说出来的话像个毛头小伙呀？打住！我只说两点啊。第一，不要再给菲比施加那么大压力。第二，别把我扯进来，行不行？红军，你和余威之间斗智斗法，
经常会让我左右为难，你是不是也可以就此打住呢？说这哪儿跟哪儿啊？这是，这是我和余威之间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这就对了，那是我跟菲比之间的事儿，和你也没关系。你看，耽误您一会儿时间行吗？说吧。我是来辞职的。我现在忙着呢，没工夫跟你谈这事儿。我准备离开公司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就别跟着添乱了。你们这都是怎么了？这是，菲比，你又不是孩子了，整天办这荒唐事儿，莫名其妙。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行，你不想离开吗？我给你几天假，让你好好调整调整，辞职的事儿。别提了啊！听话。哥哥。渴什么渴？喝喝水去。其实我没有必要那么注重外在的形式，这事儿你打个电话，甚至连个电话都不用打，只要你真的离开红军就行了。不，我一定要当面告诉你。你怕我穷追不舍？我已经向洪总提出了辞职。琳达，我能做的我都做了。你能够讲诚信，真的真的很让我感动。你我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上，是向我宣战吗？我不想向你宣战，那样的话对你、对我、对红军都不公平。我们无权左右另一个人的感情。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我只想做好我想做的事儿，我不想成为别人的砝码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刚才就跟你说了，我不饿。你以为你心里那点小九九还能瞒着我呀？你是不是又想你们俩那荒唐协议了？啊？你要我说什么？说不发赢了。我们打了大胜仗，我自己却输个精光，我将彻底失去你了。你别提你那荒唐事儿行不行？啊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你们在做这件事情，想不想我的感受？你们那叫狗屁协议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你以为我心里就好受了？本来以为我自己可以很坚强，可以应付这一切，可自从做好了投标书以后，我就没有睡过一天踏实觉，我就没有吃过一顿踏实饭，什么事情也做不了。满脑子想的都是我要离开你了，
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真的害怕了。你给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以为或许是最后一句了，我都很努力地记在脑子里，我怕以后再也想不起来了。是我的女朋友，这没有错。可是，那已经过去了。你才是我的现在和将来，听明白了？真的。当然。以后凡事要确立信心，不为他人左右。赶紧终止你们那荒唐的协议吧，真的太荒唐了。协议是两个人定的，你凭什么说我荒唐？还不荒唐啊！你今天给我交个底儿，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是拿菲比出气呢，还是想通过折磨菲比来报复我？我报复你干嘛？我只是为了最终得到你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我说你荒唐吗？你跟一孩子商量一协议，然后决定我一大老爷们儿的去处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啊？真可笑！你别忘了，正是我们俩相互信守承诺，才使你取得了普发项目的胜利。琳达，我相信。即使没有这个荒唐的协议，你也会那么做。这里边也有你的利益，对不对？当然，你确实帮了我，我对你深怀谢意。但是，你不能把一个孩子推到这样一个窘迫的位置上，你这不是恃强凌弱吗？你就是赢了你光彩吗？你别一口一个孩子孩子的，在感情面前。我还觉得我是弱者呢。这些话，你是不是和菲比商量以后才来找我的？嘿嘿嘿，我说的是我的看法，我用得着跟他商量吗？那你要达到什么目的？目的很简单，立刻终止你们这荒唐协议，要争要打，你们正大光明的开战。那你站在哪边？能给我一句明白话吗？我不能。那我也不能。行，行，琳达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以后的事儿自己看着办。Thank you.
逛了一天了，我都累了，咱们一会儿回去吧。别呀，菲比前段时间一直忙他的项目，咱们仨都好长时间没出来逛街了，今天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就是逛会儿吧。就是，再逛了一会儿嘛，晚上我请客。哎，菲比，每次逛街都是你急急忙忙催着回去，怎么这回不急了？怎么了？你倒是说话呀。说话呀。我准备辞职了。为什么呀？我答应过琳达，只要她帮红菊完成补发项目，我就离开。现在复发已经成功了，我也该履行我的诺言了。你真要离开红军吗？从心底说，我当然不愿意这样了。可是我说话不能不算话呀。不对，肯定是那个琳达强迫你的。哎，你还真把他当回事儿啊？咱就不离开，看他能把你怎么样。按理说吧，答应人家的事儿就应该办到。但你们这事儿不是一般的事儿，感情的事儿这样做，我总觉得有些荒唐。那红军是什么意思？他也觉得挺荒唐的。那咱就别离开，听他的。哎，对了，要不你找琳达好好谈谈，商量个最好的解决办法。你呀，就是老为别人考虑的多，这回啊，你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。就是。那个什么红军就不能出面帮你把这事儿解决一下吗？一个大男人如果连这点事儿都解决不好，算什么男人啊？你不了解情况，别瞎说。好好好，我不说。帮我拿东西。哎，菲比，红昌，快跑，走啊！真的不知道，文健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知道你是哪所学校的。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给你们学校打电话。对，不说啊，就给他们学校打电话，告诉他们老师。我又没干坏事，干嘛给我们学校打电话呀？哎，你逃学不上课还不是错呀？我们今天下午不上课。瞎说，好好的怎么不上学呢？别理他，给学校打电话。对，哎。哎，别！说，老地方在哪儿？哎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李高阿姨，怎么去上学？洪超，你不是答应过阿姨不去网吧了吗？你忘了？
上次就是因为你去网吧才让人钻了空子，害了你跟你爸爸，才这么几天就忘了。你跟阿姨说，为什么没去上学？就是那次从公安局回来，那好多同学都知道这事儿了，还老拿这事儿起哄。老师跟他们解释，他们也不听。现在外班同学都知道了，还说我贩卖摇头丸。那你先去上学，我去跟学校说，再让老师跟同学们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呀？趁早别去。那总不能不上学吧？等你爸回来再想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我也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，就是不去。你们这些做家长的呀，怎么说你们好呢？我知道你们很忙，忙工作，忙事业，忙挣钱，这都对。那再怎么忙，也要关心关心孩子吧。每次开家长会啊，都是他爷爷来，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你。我希望你抽出点时间，顾问顾问孩子的事情。我认为啊，教育孩子啊和你的工作呀、事业呀是同样重要的。我说你听见了吗？嗯，是，一定注意。孩子现在啊学习很吃力，虽然老师和同学啊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但是呢他自己心里啊非常自卑，特别是出了那件事之后，对他影响非常大。要不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呢会尽力帮助他，你们家长啊想想办法，给孩子啊转所学校，换个新环境啊。也许会好点，你说呢？我妈妈说，他们学校离孩子住的地方太远，交通也不太方便，就找育英中学的副校长说了说，人家倒是答应了。育英中学很不错呀，替我好好谢谢你妈妈。不用，大伯。还是为了协议的事儿吧，菲比。这些天我想了很多，我们之间的那份协议可以终止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有些荒唐呢？上次你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说得很对。我们俩谁都无权左右另外一个人的感情。琳达，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你。以前的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，好吗？找我了，小英吗？我再也不用离开你了。哟，这么说，他不再坚持那个荒唐的协议了。嗯，好啊，那你今后就要轻松了。嗯。哎，老红，你说琳达怎么变得这么快呀？不知道，大概是他坚持不下去了，所以他不坚持了呗，就这么简单。哼哼，这事儿可真有意思啊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嗯，没什么意思啊。小鬼呀，是吧？想吃什么？什么也不想吃，想听你再弹一首。嗯，想听什么？嗯，随便。嗯，可没随便这首曲子。
为了工作，这次你跟我一起回去。我妈可落下病，整天念叨你。她还让我专门给你带了一袋家乡的小米。谢谢老人家。李总，你坐。 玉薇，回头我就把那镯子还给你。那是我妈妈送给你的，那不就弄假成真了吗？再说，那么贵重的礼物，我受不起。琳达。 就算看在老太太的份上，再帮我留几天，省得我妈一问我，我还老要编瞎话骗她。再加上我这人大大咧咧的，闹不好磕着碰着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那好吧，我先帮你存着。谢谢。 说正事儿吧，普发就这么丢了，我实在心有不甘。我们付出了多少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，林丹？ 你还记得你最讨厌的那个柳副总吗？前两天他给我来过电话，他现在只是副主任了，我要去找他。玉薇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可这钱呢，往兜里装容易，再往外掏就难了。那不行，我们在他身上投入了多少，有什么回报？那堆钱扔在河里还能溅起一堆浪花呢。 投在他身上，连颗水珠都没蹦起来。可是他死活不认账，怎么办？他每次跟我提这事时，我都把它录下来了，我这还有视频呢，你看。余薇，你太可怕了。 你不会把我们的每次谈话也都录下来吧，琳达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你怎么能把自己跟这种人相提并论呢？我这么做无非是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
是丛林，荣辱已不再论，心路上挣扎取舍，今生我要无愧我心，经历严寒才知温暖，遭遇冷落才懂得温馨，饱尝离散才珍惜团聚，战胜过失败才不会沉沦，经历利用黑客手段钻进我的电脑里面窃取我的材料，按照新法律我可以到公安局告你。咱现在就可以走。